可不是好市长的孙子，还有个手指大战斧头兵。再看，我就这根手指，结果我跟小黑子一起来公园荡秋千，居然这样，我推他荡，哎呦我的妈！不好意思，我把你给荡丢了。瞅你这嘴碎的，字幕都不让你还说啥？嚯，哟，他还跑了！不是大哥，你是出来郊游的还是打猎的？至于那么全副武装不？哎，我是不是要揍他？我碾死你！是不是想砍我哈？还俩斧头？哦，这有提示了，向下滑动手指，尽量避免敌。这都啥时候半夜啊，真的？是不是想说尽量避免敌方攻击？哼，这还是个填字游戏。咱们继续。我按死你！是不是你起来的翻译啊？哇，他抓着我手指头了，晃来晃去，可以把他甩地上去是不？来，我晃。死吧你！哈哈哈，他还来回的弹呢。我碾，个小蚂蚁哈！我就不行，我这么大力气碾不死你啊！打噗！哇，还想抓我手指头是吧？嚯，抓不着！我跟你说呀，还来回摆你猴子啊呢！嗯，话说我能不能用弹指神功把那个弹飞？貌似不行哈。那葵花点穴手也行啊，我连个穴位都不用找在哪儿，嚯，直接把他给点死！你死了，唰，跳上来吧！啊，瞅你这跳的高度，真的。哦，不过他会弹，呵呵，嗯，然而不要紧啊。哎，我发现我们俩的血还是持平状态，哎，完了。我感觉我要被比他少了，诶，然而并没有，我在他按他几下子，吐啊，你死了，吐啊，大哥别上来，别上来，下去行吗？吐，死，吐啊，我能把这蚯蚓给薅下来，然后把他绑着，哎，貌似不行哈，死，吐啊，我再抽你一巴掌，你不要把我弄急了哈，我告诉你，信不我直接上巴掌，把你一巴掌呼死，吐啊，死吧，吐，呀。又扒我手掌了，嚯！你死了！我用我指盖盖顶你，信不信？哇！我发现他每次扒上来之后，费了我血老多了，真的。有人再上来呀？啊！我让你跳，我让你跳，唰！死吧！看我左右挥！哎，大哥，别在这我逞强了，行不？啊！你让我打一下，哇！你让我跳的还挺高哎！我死吧！来，接着按，我拍。拍死你丫的，吐，再来一下，哦，仿佛刚刚把他打飞了，还是一丝血了是不？哦，贼贼力，死吧呀，哈哈哈，打飞了，直接成了天上一颗星儿，哦，来，胜利了，来我们看得多少钱哈，哦，100多，哇，快300了，是不是可以买东西？流星锤，1500。要不起2500加个零啊，不抢叫地主啊，2000啊，不要，我能买得起啥？我想问一下啊，290吧，啥都买不起，那你让我进商店干啥？我天，我们进入下一关好不好？哦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哼，嗯，嘿，我们来到峡谷，不是大哥登场用了这么大动静吗？啊，跟颗流星坠落似的。哎，他说释放你的手指来暂停游戏。哦，咱们不暂停哦。特拉斯吧，呼呼呼呼，那有个大石柱，我让他撞上去了。嚯，还费了好多血呀，现在站都站不起来了。哟，你小子还会丢斧头？那你手上现在有几个了？哦，还是两个。那你丢出来是哪个斧头啊？我就想问一下。嚯，斯巴，哦，提示我们说猛踩这块大石头就可以攻击他了，是吧？啊，反正这个中文翻译我真是看不懂了。哼，嗯，斯巴，再来块大石头，快来呀，大石头啊！哎，没了。啊，行，我接着踩你啊！呀，还是飞斧，嚯，只要你撞壁，呀，斯巴，哟呵，降龙18点，哟呵呵呵，那走你，来，接着点他，呀啊啦，呜，上面又来一个，哦，他就剩一丝血了。我发现有了这块大石头的时候打得好快呀，直接把它弹飞了，耶嘿，哦，有个关了，不然这回给我多少钱呢？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哇哦，300，咋还是200多呢？啊，我现在能买啥？还是啥都不能买啊。咱们现在来到了部落，所以我一会儿要为了部落还是联盟呢？嚯，哎呦我的妈，又是陨石降落的方式啊啊！又怕别人把你当外星人给抓走了，你倒是起不起来啊？摔晕了，嚯，他起来了，死吧，呼呼，来撞石头，哈哈，完了吧？我发现有人射我呀，
哼，你还请了援兵了啊？弓箭手，我天，你们有种再射啊！他往我手上射的全是箭呢，人家不知道还以为我摸了仙人掌呢。去啊，你们死去吧，我能把他们都碾死。哎，仿佛可以。哎呀，你们完蛋了，哈哈，看我用我这箭来插死你们。哟吼吼，哎，这有个石头，我撞他一下，哈哈，咋样，瞬间就残血了吧？还瞧把你能的，我也残血了。哎，咋回事呢？我是被射残的吗？哎，不至于吧，你小子别上来啊。哦，我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巧妙的躲避了他。呀，死你小子，还剩一丝血了，哈哈，他又死了。嗯，不然这回得多少钱啊？感觉时间用的挺少的。嘿，我如果时间用的少，是不是会下钱？然而并没有，到目前为止才864块钱。咱们现在来玩下一关，乐丁乐丁乐丁。哦，森林，不然又有什么神奇物种啊？哎，他人呢？哎呦我的妈，你每回出场不疼啊？嚯，来吧，既然你不疼的话，看我锤死你。呀，撞，哈哈，瞬间一管血没了吧？哎，只剩那么1/5吧。哟，死了你小子。哎，这地上小碎石我能打他？哎，貌似不行哈。哎，这边呢？哎，有小石头，但是也不行，我撞，哈哈。哎，没撞死。哎，我撞你一下你还不掉下来了？你把我手指上挺紧呢，咋在枪里面了？我瞬间一想，感觉老疼了。来，你有人再跳啊？啊，我真跳了，我撞，哈哈，死吧你丫的！让你这飞斧还会来回弹呢？这是弹球做的吗？是 ，Alright， 他又那么巧妙的飞走了。哦，这是加多少钱呢？我现在飞的血很少啊，看，我剩余了58的血，是不是给我提成？嚯，300块，也行。我现在有1000块钱了，哎，顿有2000，这个伤药要1000块，但是我买伤药有啥用呢？他根本打不过我呀！流星锤呢？1500，啊，咱们先不买东西哈，接着进入下一关，乐丁乐丁乐丁，战场，哇，我把他斧头给捡起来了，耶，哈哈 ，I'm a king， 噜噜，啥意思啊？仿佛在国外是非常高兴的意思。呵呵，这啥情况啊？把我吓了一激灵，斧头都掉了。哎，他射中我了，我能打他吗？不行，怎么办呢？我是不是要躲他子弹？嚯，躲过去了。哎，他飞血了，被自己打到也没谁了哈。再来。大哥大哥，别这弹这么半天呢，真的吓死我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又弹我一下，一会儿再射呀。哦，那你咋这么听话呢？我叫你射就射呀！哈哈，又打着自己脸了吧？哇，瞧把你能的啊！有坦克了不起呀？你有人再射一炮？哇，耶，又射着自己了吗？来，哇，我发现我现在掌握技巧了，你怎么打都打不到我了。哎，打到了行不？你厉害，好不？我们到这边来，我发现这边好躲一点。哎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再射一炮啊！我再躲，哈哈哈！大哥大哥，又打到我了，啥情况啊？哎哎哎！我感觉我被他怼死，哇哦，躲过了！你再射啊！啊！我就不信那个邪了，我还躲不过你了！哦，这边来啊！再射一炮！你这两边弹啥情况啊？哦，弹走了。哦，我原来我这手这么大样子呢，大家看我的手轮廓，呵呵，还挺硕大的啊。哎呀，又打到我了！我天，你再射一炮！哎，我又躲过了。你有人再射啊？啊行，你射到了，那算你牛逼好不？啊，再射！呜，这么来回弹到我虚啊，大哥，能不能早点打到我了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镇定下来哦。我发现只要一镇定，我就可以躲到他所有的子弹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啊！哇，我发现每次他都射在一个小角角里面，然后就来回弹几次。哇哦！哎，我又躲过了吧？现在你血比我少了，大哥啊！你完了，我告诉你，再射我一炮！哇哦！我这边切，是打到我了还打他了啊？打到我了！嘿嘿，又打到你了吧？我跟你玩，快完蛋了，好不好？
不是一个破坦克吗？这打扮把自己给打崩了。哎呦，打着我了，你们过去点啊，怎么离我这么近呢？真的，来我远一点好吧。哇，哎，等会儿我点出屏了。哎，怎么又套上我了呢？哇，危险，还是最后一下了他。走你啊哈，我又暂停了。哇，哈哈，他死了。哦人啊，我来处决你了。我咋把这玩意丢坑里了呢？完了，他走了。哎，那么没事没事，闹起来吧，我们现在再见，拜拜。